你今天要不要来我家玩？好啊。我家住透天，你家住透天还是大楼？大楼。几楼？23楼。幸好有电梯，不然我会爬楼梯爬到累死。我明天就不用来学校。我家到了，我们就上去上去了吗？好。哎，电梯怎么不亮了？好像坏掉了吧？啊？电梯坏掉了。啊，我在这边等很久了，好像真的坏，我去找一下那个警卫先生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停。好累哦。这个就是22楼吗？好像到了，好像到22楼了。我的妈呀！好累啊。电梯好像亮了哎，应该好了吧？那我们坐电梯到3楼吧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电梯在维修中，请勿使用。我的妈呀！我的脚，你不要去上火了啦！好了，那就是那个我心脏。我拍一下幕后花絮啊，拍一下吴欣颖。但是我们没有摄影棚啊。我们都用学校现场的那种摄影棚。什么摄影棚？我是我在录。有路人，我们拍，抱歉，有路人。喂。